忧郁症用现代化讲就叫想不通。通过学佛修心，我们要懂得因果，我们要懂得三业，就能迎刃而解。中华传统文化让我们要懂得有反思有愁，愁必和而解，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因为你心中一直有不平，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和对，有时候当你有对错的时候，你就会有仇恨升起。所以仇必和而解，当你心中有仇恨的时候，你必须用和来化解它，就是和谐、和平、和蔼。所以我们人间阴阳和合而成，所产生的万物都有对错和矛盾。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为和合而成，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的时候，你就懂得用和来化解矛盾。所以忧郁症的人只有通过和对方的理解沟通，你才能化解自己的思维当中的想不通和难受。犹如《金刚经》教我们要学会什么事情要放下，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今天现在不可得呀。我们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是四个字：人生的一切不了了之。没有人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完了，说我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多么优秀，因为只要活着，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的。所以佛法讲众生平等，人到最后因为懂得一切归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所以我们要懂得学佛人应该不要记恨一切世界给你留下的你认为不平的事物，实际上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是闭着眼睛不了了之，最后还能想通，还能放下，那叫做心安理得。还有另一种是你张开了眼睛，当你要不了了之的时候，你就比较可怕的心态出现，那就叫做死不瞑目。所以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他带着恨，他带着愤恨离世，这就叫死不瞑目。人的一生的烦恼痛苦，要走了还要折磨自己，到死了也要想不通。其实我们应该懂得，我们要把人间的一切不要看得太真，因为人间只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的一个旅站而已。如果你把这个人间看得太真了，以为什么东西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是永远去拥有它，你才会产生舍不得。所以不要多多的去得，你就不会有舍不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个人应该舍，你才会得，所以叫舍得。当你得到了太多，你不愿意舍去的时候，实际上给你带来的是更多的必须要舍去的痛苦。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这些道理。